烧怎么那么异常呢？连发烧的症状都有了。两极反转，唐不言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要喜欢李成心，早说啊！咱们各凭本事，公平竞争。你现在这样算什么？跟我玩暗度陈仓是吧？沈楼主，我来凤鸣楼是为了买消息，所以请你不要再费尽心机耍手段。